过三天的一起共轨飞行，神舟十八号飞行正组展示了良好的身体素质、心理素质，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空间站的管理维护技能。现在我将象征接力棒的舱门钥匙传递给你们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开始正式接管空间站的运营管理。好的，神舟家族太空接力，我们神舟十八号乘组一定竭尽全力去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，请大家放心。放心。